前一段时间，张柏芝在某社交软件上晒 B 超长，宣布家庭新成员即将到来，不过因此引来了风波。因为此前张柏芝多次透露想生一个女儿，此次晒 B 超照被疑宣布怀三胎，但其实张柏芝宣布的是自家养的宠物猫怀孕即将生产的消息，所以说有些网友也真是够了。8月30日张柏芝在某社交软件上晒视频宣布新成员的到来，几只可爱的小猫咪。不去扯那些有的没的，还是聊聊张柏芝吧。我想大家对张柏芝的第一印象肯定是电影喜剧之王中她扮演的女主角，那是她演艺生涯的开始，也是她爆红的起步。之后的她参演了多部优秀的影视剧，扮演了很多优秀的角色。不过近几年张柏芝很少参加影视剧的拍摄，更多的还是在综艺节目上看到她的身影。张柏芝之所以很少参演影视剧，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因为她离婚了，有两个孩子要带，所以她减少了很多工作。同时也正因为离婚了，所以张柏芝的新恋情一直备受关注。不过虽然传过几次新恋情，但都是没影的事情。文中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欢迎订阅本企鹅号。